聊天聊地聊生活，大家好，我是不做龙虾不卖海鲜的大红龙虾，欢迎点击关注。趁着今儿天好，咱出去溜达溜达，出去找找茬去。纽约还是空空荡荡的，马路上没那么多车，开着也还挺爽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新的世贸中心还是挺好看的。溜达到了23街，去这家 Sushi Suite 1001，尝尝他们家的 Sushi Omakase， 找找茬去，早扎。Omakase 的意思就是摆脱了，没有具体的菜单，主厨根据应季食材决定菜谱。Sushi Suite 1001是 Sushi by Bo 旗下的一个走高端路线的寿司店，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酒店房间改成寿司店的餐厅，位于23街一个酒店10层，租了间套房，然后改成一个4人座的 Omakase 寿司店。等位的时候先露台喝一杯调酒，我们的吐槽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喝了那么多年的 Old Fashion， 这是我长大第一次喝这么难喝，感觉就是杯子受潮再加上久旱逢甘露的洗脚水的味道，而且给的酒非常的少，差评。进屋之后开始排列坐好，这时候差评亮点就来了，服务员不断的推荐配酒，各种乱七八糟的 Sake， 也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酒单，完全看不见价格，选择的种类也不是很多，都是在卖纯米大吟酿的这个噱头。最后还剩一道寿司的时候，服务员又突然过来新开了一瓶酒，真的是年轻人不讲武德。但其实菜品还是很行的，60分钟17道的 Omakase， 正常的头台假蟹肉配上海苔开胃菜，特别喜欢吃这种喷枪喷过的。后面手捏的瘦肉金枪鱼 Lean Tuna， 甜虾 Shim Aji， 搞身阿吉在日语里就是好吃的意思，名贵的鱼材啊。鱼肉口感偏甜，肉质肥嫩有油，配上甘草，口感搭配非常好。后面的火喷过的 Toro 就是金枪鱼的肚腩，非常喜欢吃。再后面金木鲷 Kimadai， 真鲷 Maidai，配上柠檬酸酱，丝滑柔顺中带出一番惊奇的感觉。后面这几个吃什么也都忘了啊，一带而过。后面是手卷，搭配鱼子酱和海胆乌泥，咸中带苦，苦中带有米饭的甜。最后烤鲷鱼配柚子露收尾。后面其实感觉也没有吃饱，又加了几个菜。最惊艳的就是这个 Big Mac 巨无霸。鲷鱼加扇贝加肥金枪鱼，后来主厨知道我们喜欢吃 truffle， 还特意多加了一层味道，最后在上面再落一层乌泥，牛逼坏了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找茬，酒的搭配实在是又贵又不好，基本没有什么好酒。Sushi 的味道还是可以，抑扬顿挫，从清淡到厚重到淳朴的过渡，安排的不错。下次我们去楼下试试 Sushi by Bo。 好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去找茬另一家日料 Omakase。